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Viola， 我来自美丽的东方之珠上海。自信、健康、勇敢是我的性格。非常感谢这次 ATV 能给我这个机会，站在这片舞台上，与大家分享我的喜乐、我的成长。希望大家能投我一票，谢谢。